单人第一战力，单人无脑通关，分镜赵王府，根本不需要你去组队。休闲党、平民玩家、散人玩家必看哈。用我这套武学搭配呢，直接长按右键就行了，没有太难的操作，注意躲一下技能就好。自己一个人就能打，给大家讲一下关键点。首先是武学啊，武学我们一定要玩内功输出啊，轻剑。主动技是这四个，主要是用来回蒸汽，这个无所谓啊，按我的搭配，然后战斗的时候长按右键就行了，一直用这个连招二，摁住一个键不动就行了，然后躲躲技能什么的，你都不用去切副武器啊，你就主武器就可以了，带个护士好一点啊，弓卡这里不要勾，关键就是我们侠士这边一定要带一个肉盾，带一个防御型的，最好的当然是郭靖，如果你没有郭靖的话，你用这个完颜陈琳或者彭烈虎都可以。肉盾是关键哈，其次是要有个奶黄蓉，如果没有黄蓉的话，你去带一个包肉系也是完全可以的。这样的队伍呢，就是随便打，卡了好多人的这个副本，还没过的小伙伴赶紧去试试吧。